们的名字即将抵达，一起围观名字的课余生活吧。自热小火锅就吃自嗨锅，本节目由自嗨锅品牌赞助播出。 Hello， 你的名字给了我半天假的时间，我突然想起来盛和有一个 Switch， 然后我要去找他玩游戏。哎，怎么说打游戏吧，今天不是放假吗？想打游戏。我这刚好有游戏机，我记得老沙好像挺喜欢玩游戏的，那我下去把他叫上。好，你下去把他叫上，我准备一下游戏机吧。 OK OK OK。 王江源打游戏吗？嚯，那你可找对人了。真的假的？游戏小天才就是我。游戏天才是我。哎，那我们今天必须白头一波。行啊，出击。哎，你等我稍稍收拾一下，然后就上来找你们。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微博明日高校课外福利活动，粉丝送我们的小零食。嗯，谢谢谢谢。今天就整起来。你会玩这个游戏吗？早有耳闻，好吧。分手厨房，说实话之前没怎么玩过，咱们先教学一下。这上面有那个捡起放下，学会了吗？我已经学会了。啊，不是游戏天才吗？哦，待会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残忍。900分，小 piece 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它放下来啊！不是，你拿个吹风机在我们的脑壳上乱吹。是灭火器。先别弄了，我们先搞清楚它是什么。就这样摸索吧。我觉得肉可能不用切，你试试能不能直接放进去。不能啊！啊，我觉得这是游戏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先把第二道菜试了，把右上方那个鱼肉给上。鱼肉，快快快！鱼肉，对，给放笼里面。哎，我好像摸索出来了，摸索成功了。来吧，重新开始吧。我们要搅拌，然后再过去给它蒸。对。我来切，你来搅，我来切，你来搅。这个是 OK 的。对，一起蒸。OK， 我这边好了，你可以在你们那边。对，你可以拿去蒸了，我去洗。这个好了，拿去蒸吧，你放到那就好了。我是平平无奇的游戏天才。等一下，你做了份啥呀？为什么鱼肉也放进去了？平平无奇的游戏天才。端盘子。没时间了，别说话。哇！没碗了，没盘子。没盘子。给个碗，还有碗吗？快去！没盘子！哎呀，还要洗盘子的。你好菜呀！我服了，身败名裂。你连个饭都煮不好，不是说游戏天才吗？哎，说实话，真的，要是刚刚让我做的是自嗨锅，我直接双手离开键盘。那做自嗨锅我也行啊，我也行啊，又快捷又方便，哪需要这么麻烦的呀？再试一遍，我必须要把我的颜面找回来。再给你一次机会，证明你自己。是吧，一定啊，分工明确啊。我就洗一下。我去洗。来个面粉。别吃。丢，快屁股上加个火盆，直接冲过来。哇，我这把很熟练的让人心疼。我也熟练了。这把真的赢了。这把有。不吹牛好吧，真的赢了。擦个面粉。不用了，我们就等它这个蒸好，看能不能赶上时间。怎么说生死时数。怎么说900分就差这个了。怎么说我们换游戏吧，换游戏，换个游戏，换个热闹点的。赛车怎么样？赛车吧。终于到了我擅长的项目了。好了吧，这也是我擅长的，好吧。好，拜托一下。输了要有点惩罚吧。这个游戏小磁卡上面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味道。我们可以用舌尖触碰一下，谁输了？可以啊，反正我不会输。说不定。反正说我不会输。我要熟练一下。不用熟练，我们直接开冲。
对不起，直接超过。不是，我都不知道我第几，我怎么弄啊？你怎么第六啊？没事，我还第二呢，这亚军我就拿下了，好吧，反正没有人能追上我。哎，这什么呀，我这个车好菜呀、啊、是你自己选的，反正哎，搞定了，有点捞啊。不是吧，七八兄弟很久没玩了，属实有点手生。没事，先摸索一把。我已经会了，就很简单。真的吗？没有难度。来吧，下一场比赛这把就让你看什么叫第一啊。没问题。开玩笑，你们已经输了你们已经输了呀。你不要再讲什么大话了。前面谁呀、啊？给我停下来啊！就这，直接超过好吧？什么东西啊？你个第四名就别说话了，真的是。哎，你第五名哎，你就在我屁股后面。第五名，我只能给你来一个枪。哦，我冲了，拜拜。哎，完了，我被追上了呀！哎，不跟你们吹好吧？这波我赢定了。前面的妹妹给我停下来，全部都给我停。好，到终点了，兄弟们，放我一马。不是吧，这都没反击。七八兄弟，什么叫七八兄弟？对不起，我的总积分还是比你高一分。下一波来，直接开始。当我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赢了。我冲了。开局暴毙。最开始起步加速，如果是摁早了，它就会产生爆缸。我冲了！哎，别抓我！前面的弟弟，哎，掉下来了，我怎么第八了？哇，老沙在我后面，可以啊，老沙。老沙进化了吗？我把我自己炸了！哎，一个道具没有。我冲了！哦！谁给我来这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在这样玩的吗？我看到你了，大岩龟。哎，第三名好吧，不跟你摔第二了。平平无奇的小天才好吧，这个第一，给我停一下。我跟你说了，第一就是第一了，没有人能拦得住我。就是这么。谁啊这是这个电脑在这么玩的吗？这个怎么又是第八？你怎么又在第八呀？万年老八，真的是。我的车是老年车，兄弟，老年代步车，他提不上数。真的菜，你就永远活在七八名。最后结果是赵科第一，孙河第二。这个人不说了好吧，来吧，挺卡的，挺卡的。我必须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开个老爷车就出来跟他比赛了。好吧，不要转移话题了，赶紧舔来吧，试一下。你舔到了没有？这啥呀，我现在都还感觉大问题，兄弟。有点好奇是吗？舔一下。我给你试一下这个吧。给车总来一张酸酸甜甜。我也试一下。这个什么味儿？哇，这么恐怖吗？这么酸吗？你看我那个。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是怕小朋友去把这卡吃了嘛，就在上面有一个很苦的涂层。还好，一会儿就一会儿就好了，过去了。下一个游戏，我们来一个真正的能够 battle 的，好吧？ Just Dance。谁先？那肯定是咱们柯老师先来啊。OK， 那我先。欢迎来到2020年明日高校全国街舞大赛第一届。好，现在有请我们的海选第一位选手，赵柯。在后面给我扣666，好吧？必须，火箭，小火箭，刷起来。开始，OK。柯老师在线教学。哦，这首歌的吗？哦耶，不好意思。哦，看来还没有进入状态。他开始他性感的。顺和老师怎么看这组选手？我觉得他有点缺少 balance。
他的 balance 什么？我觉得他的 balance 还需要调整。我觉得赵哲同学有点没放开啊。对啊，我觉得他需要放开自己。我觉得你需要放开，挥舞你的肢体。赵哲同学已经获得一颗星了。哦，看来今天上道了。哎，可以。赵哲同学。摇起来，摇起来，摇起来！哎，看看看，跟着那个屁股那个律动，咱们走起来。好，拖了三颗星。哎 ，perfect。哇！三星，三星。好，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让你瞧瞧什么叫真正的舞者。想当年啊，我也是四川分区老年街舞组前十二强。看到没有？这才叫 balance。可以可以可以。咱们宋老师突破了五星。啊，开始撒欢撒泼！哎呀，帽子呀！哦，人家都起来了。来，各位老师，加入我的这个捉鸡舞。你们俩在干嘛呢？他们做这样的。结束。这个多少分？没。啊，他这个是什么大卡？这什么？就是消耗卡路里。啊，今天的小目标已经达成了，消耗了16.65的大卡。排名吧，好吧。我觉得我们第一名，那肯定是那肯定是我们的赵柯老师。我这个老年组的，真的看到今天赵柯老师的精彩表现，我只能退隐江湖。我们跳舞的第三名肯定就是宋和老师，我觉得当之无愧第三名，当之无愧第三名。跳舞可能真的不适合你，也但跳舞必须要像我这种有律动感的，哎，没错。然后动作能非常熟练，特别熟练，看得我在这感动的要哭了。好，名字今天就结束了，游戏环节，下次见，拜拜。自热小火锅就吃自嗨锅，本节目由自嗨锅品牌赞助播出。明日之子乐团季学员人气榜进步最大的前三名将获得你的名字录制机会。让我这一次名次提升这么快，就是谢谢，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对，然后给你们更好的舞。